净坛有这样广。大家今天有没有碰到李光山有特别的怎么样？有没有来过的苗你说到了，都是很漂亮的，来这里参观，这个是谁画像在哪？你讲起来不画像，你讲到这些归根台又的时候，我跟大友的六，现在归根台又不再来，我有这样的，道盘真是消灭，所以这边飞天大有拐的是贵为出界。那么飞鸿殿这个会一点爱有方便左前，左前的是讲帮助伊，是不是啊？会来产生作用，来产生一个人出来。所以这是挂体，这种东西用在风会家庭，用在风会家庭。所以家庭用道盘来讲，道盘来讲就是父母家庭，接着家庭就是李立坚，所以这个可以讲是收到很多的账单，内底64卦内底，太卦、太卦甲鼎卦，那是最好的。唔是鼎卦，袂当听人圣人意思上的，所以定坛。鼎卦到定盘，所以过去青阳期、安阳期到了地阳期，第一盘、第二盘全部要倒装下盘，到第三盘的变化会给人讲的，到第三盘来烹饪，没有经过烹饪的也当先究来先，所以一点来到三卦，所以三卦叫定卦，定卦第一次的定卦是个天人菩萨，定卦菩萨还是在考菩萨，他知道六字考简单一句话说，就是菩萨考这颗菩萨，所以这身不为菩萨者，应该要正正经经的换换一下换一家的什么，考的是菩萨，六字考是菩萨考，所以。无论做啥，拢讲啊顺天，顶礼如会，上三位，一个会长，一个副会长，一个助理会长，这叫做奉练，这叫做奉练。那么，这叫三下鼎，这个鼎的平衡要三下才会使，四下也袂话使，三下才会使。这个的礼义经，所以这个经书是第一期
一水火盘，三吉定爱，因为水水波的下凡不一定爱分得像好夫子啊，成道。金碧多斯也是成道，但是水波的那那哈下凡为成道者，不能为辅助。那来追波来出世到天德给当时都是因为这是追会去这点点开始追起来啊昏，所以这个我先打印这个嘛，这个天赋啊，这个天赋是为干，这个离观叫平，这个会怎么演变也不会危险，有刚强的力量，有刚强的徒弟们，不要打岔，这点也是这款能子，也有刚强的力量，这就来会感觉所以这样火在身上。那么今天听到这款是吧，家本来家叫好了，叫好了，但是其他人，其他人叫过，叫过是尊贵。所以咱那个跨过，跨的这个是好的，前头看来这个是叫运运好手，运吹到这个，那是叫两个人叫做救，所以有些尊贵。因为这个是我们，所以这样的跨除高他。这个墨但是这是墨上高，墨第二眼第五眼一上去，那就是要看破的心，走到第五眼的时候那不上面就是不好了，这已经就卖卖成这样子，所以这个自我上交，这个是阳，它阴来上交，所以叫做发如高如。这个发什么意思？加了这几个意思，这个是不能读啊。已经，这个就是，这是发的西方，就是高，就是地方的尊。你的自尊、自觉，到这个尊，他们这个亲像的骨能、骨架、高度，一下子出出来，一下子出镜出来。他们这个第二个，以我相应，以我相归主，归的是归量，已经产生作用。大概那你有这样天天到现在到底那里第八天礼拜有这天多超超百大概会几天这里整理一两百啊，他们从地方就走了礼拜啊，也如果呢有达到心得呢这是也发如高德心一发起，大家哎，心心又名是立立志，发心，对，所以咱这个志啊，才能发出来，咱要创啥才能发出来，所以把这个尊为贵如之一。这个刚出来就是一意义无比，真要伊能够再得得，你那是有心甲威也出来，心心威也出来，安尼呢，真要伊得得，唔免得得做工，安尼真落靠。所以今日希望大家提出。那个精神，提出那个概念，
这个故意的，这是给他一个挂，给他一个挂，那你们听着，给他一个挂。今日就是大邀挂，上重要的，现在这十天的中间上重要的时间，要把它把握。因为顺挂，你若听这个节，用这个挂做的，用软的，对不对？十天就比较没有说过，老师简单讲到这里。